他的 plug 和那个，就是因为我也刚刚开始，昨天才开始弄这个东西，这也没什么时间，所以我想的就是一定是前面跟后面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别的国家，然后在出差做什么，然后我就在做音乐，就给他做，因为我不是一个很会说的人，但是呢能做。你在混音的时候，你有自己混一版这个的混音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有。你的 bass 用的是什么？整个混音的过程中，你的 bass 完全呲掉了这个耳机啊，然后那些声音不要的 EQ 你有没有把它切掉？你的歌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有特色，如果你把这些关于混音的那些知识你再稍微的去建立一下的话，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。